大家好，我是叶欣宁。身为一位高尔夫球选手，每天需要走非常多的路，所以球鞋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当然，我今天不是要介绍球鞋给你，我是要介绍一样非常好用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 Sharp 高科技鞋履复活器。其实清洁鞋子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但是平常呢，我们就只能清洁，然后做一些保养，但是没有办法真的达到消，就是除菌，然后跟杀菌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一般打完球回家，想要放进鞋柜，但是第一件事情，因为打完球一天很闷热，然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放在室外，先让它就是散一下味道也好，或者是让它先把那些闷热先散掉，再把它放进鞋柜。鞋柜不可能打开之后像衣柜一样香香的，但是我不希望它打开是有味道的，所以我会想尽办法说看能不能够买一些就是让它保持有点清香的味道。其实我们高尔夫选手来讲，鞋子常常是就是会碰到潮湿的状态，清晨一片草上全部都是露水，那鞋子啊走啊走啊走啊，那就多少都是会有一点那露水在鞋子里面，走久了18冬下来，那鞋子里面就会有那种潮湿的感觉啦，不舒服。那如果下雨天我们要比赛，更不用讲，那有时候水用倒的，然后打完球水还可以倒出来，然后每次回去如果急着要打的话，你就看很多选手拿着吹风机然后在那里吹鞋子，但是吹完之后你会发现那鞋子很快就坏了，因为吹风机是热的，那你又很想要赶快把鞋子烘干，那个鞋子寿命通常都不会太久。但是高尔夫球鞋说真的不便宜，它比一般的鞋子贵上可能一两倍吧，因为它有功能性在。所以它很厉害的是它使用冷风干燥风干，它可以延长鞋子的寿命。Sharp 高科技鞋履复活器采用独家的除菌离子技术，启动过后即可释放出50000个除菌离子，再搭配紫外线 UVC 的照射，不但能除菌还能除臭。机内使用冷风干燥风干，不会破坏鞋子的材质，更能延长鞋子寿命。另外，内建高效能活性炭脱臭滤网，能过滤臭味，还可以防止机内的味道外漏。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就按下10小时模式，然后呢，睡觉起来就帮你达成除菌、除臭还有风干的效果，还有一个1小时的快速保养除菌，也有保养的效果哦。使用上你也不用担心有臭味跑出来，因为有活性炭网在里面。就算你开着24小时，电费不到10块钱哦。自从有了这台 Sharp 高科技鞋履复活器后，很多舍不得穿的鞋子现在都大很放心的穿，所以我当然推荐啦。